7:25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内容。全球最权威的超级计算机排名榜，国际 TOP500 组织14号在网站上公布了最新全球超级计算机前500强排行榜。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排名第一。此前呢，排名第一的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美洲虎超级计算机排名下滑一位。此外，中国曙光公司研制的星云高性能计算机排名第三。天河一号由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制，部署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实测的运算速度可以达到每秒2570万亿次。